山陀台风带来好大雨，造成基隆市中山区出现灾情。在市长谢国良指挥区长徐雅文带领区公所所有人员不眠不休投入抢灾救灾行列下，将灾情的影响降到最低。国际狮子会300A5区凤凰狮子会特地带着面包、油饭以及饮料前往慰劳乡挺区公所人员，感谢大家的辛劳。为了感谢我们雅文区长还有他们的同仁，他们不辞辛劳的付出，那我们凤凰师姐们就准备了一些餐点还有饮料，好来慰劳他们的辛苦。我们带了120份的饮品以及餐点来慰劳这段时间大家辛苦的付出，那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感恩，谢谢大家这一阵子辛苦的付出。如果再严重的话，我们LCL 随时可以拨款，赶快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这边谢谢我们区长带领的同仁都非常认真，谢谢他们，这个是我们一点小心意，感恩你们，谢谢。所以感谢凤凰姐妹一路险相挺啦，好，再次感谢，谢谢。中山区公所区长徐雅文也回赠感谢牌，感谢凤凰狮子会暖心的慰劳和相挺，以及同属凤凰狮子会会友市议员何淑平，先前就已经提供饮品慰劳信义区公所以及中山区公所工作人员，更感谢区公所所有同仁们抢灾救灾的辛苦以及里长们的协助。大家都知道，我们凤凰狮子会在这个公益善举都是一个领头羊的一个就是不漏人后，所以呢在我们各项的一个公益善举都能够看到你们的身影，我想在这边也感谢你们，有你们真好。那这次的一个山陀台风确实造成我们全市非常多的一个灾情啊，那我想中山区在我们的里长联会，我们徐丽玲会长以及我们南哥总会长我们各位里长的一个协调各个帮忙之下，其实我们的一个救灾都非常的一个迅速，那也做了阶段性任务都做得非常好。那当然我想小爱爸爸谢市长在这个救灾这一次的救灾非常的一个重视对于各项的一个灾害都能够亲力亲为，也到现场去勘灾，那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个指示。那我想我们区公所在这个为民服务这个救灾的状况下，我们都是全力以赴让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救灾都能够顺利来进行跟完成。那我想在这边还是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凤凰狮子会对我们这个我们中山区这个防灾人的一个慰劳。那我想这边还是要特别也要感谢我们的何淑平何议员那之前也在捐赠我们这个中山区公所同仁的一个饮料那在这边也要特别的再一次的感谢。差不多一个多礼拜来，我们区公所所有同仁几乎不眠不休的抢救，那当然最辛苦的我们区长、我们秘书他们这些同仁，其实里长还好了，所以里长少吃一点，我们区公所同仁多吃一点啊。在此再感谢我们凤凰狮子好姐妹，谢谢你们，谢谢。区公所指出，会持续关心受灾地区和受灾户的复原复救进度，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忙。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